结实吧。是不是？有事儿。不是说吃早餐吗？你在这儿站着干什么？啊，我们一起来叫吴颖，发现他不开门，电话也不接。他昨天喝那么多酒，不会酒精中毒了吧？真假的？不会有事吧？哎，那个，我去叫一下服务员吧。也行也行。哦哦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嗯。那我走。走。只要我不觉得尴尬，尴尬就是他。嗯。他看上去好淡定。嗯，艾老师，刘雨成呢？他昨天晚上没回房间啊。嗯。刘雨成在里面。哎，我也听听。哎，别自己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早啊，各位，早。